也许可能吧。天池。应该是转点了，你敢跳吗？真敢跳啊！行吧，他有鸟。羸弱了，所以跳不过去。他放鸟肯定是要站着不动的，只能直线跑。哎，亏了，这边是十几刀。他要转大房子了，赶过去，被他赶到了，换人。再接游戏失败了，又不刀，那可以把他打伤了，我走了，靠你们磨起来了。到哪了呀？哎，我在贪什么？魔术师，他快来救了，我就怕他。目前还好，哎，要平了，他这边有个人在重新修头像。OK， 打开门站了。
点的是啥意思？ 哎呀，鸡哥还是给力的呀，对不对？鸡哥要是不来，这不就平了吗？ 抓一下魔术师，翻出去了，两个人，魔术师翻出去了，先知也翻出去了，他还要交鸟的。 看过了，但没交。现在的问题就是，先知会把鸟交到前锋的身上，然后他这个人是稳定救下来的，打落地刀。 没交鸟啊，先知失误了，他岂不是美滋滋？哇！哎呦，三连，来来来来，这更美滋滋。 哇，这个人救的爽哎！前锋应该淘汰了吧，二挂。 谁被淘汰了？我现在还不知道。都没被淘汰，行。
行吧。我知道魔术师，魔术师不用管他，他现在不敢出来的魔术师。然后是死，先知好像我没过半，他都没挂过。把他挂了，直接走啊！应该前锋了。OK， 一挂死。感觉杰克就等于兔妈，那个黑白等于护士，然后小丑等于电锯，跟杀鸡没什么区别。我感觉回归杀鸡再玩第五，感觉没什么区别，感觉都一样。OK， 这是最后一个。放你还不要？听音器，完了，里面没听音器，出现了。有了，有人在那边修了，无所谓了。看看这边是谁。先知啊，好了，下板子了。怎么切到板子了？尴尬了。还翻，再翻你就死了呀！啊？什么鬼？不要距离一下，今天。他打洞了。哎，有点伤啊，跳出去吧。然后这边在摸人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闪现暴露了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变成这样了。
伤啊！闪现暴露了，等欧皇斩。你伤水呢？虽然被他救了，但还是伤。我想打仗，再等一个欧皇斩。卡住了、开门战了，哎呀，这刀打的，快出血。不要打中你一刀。哦，没有。你应该没井盖了吧？分析发的，你自私啊，还是赢？走走。虽然失误了，但还行。
一刀误认空了，就没了。乌鸦飞了，希望不是佣兵。哎呀，造孽！糟心呐、啊！小强也不好追，那没办法的。枪腿呢？你再翻，差点了。这区域没板子了，而且有两个蛛丝挂这边，对我有利的，不让他跑了。震慑，救不到了。震慑就很关键了，他们需要额外派一个人过来救。把他挂了。救吗？救死了。然后这边抓医生，他能治疗的。哎，太胖了，过不去啊！然后挂了 VIP， 佣兵应该也救不了。我有毒丝了。他在四合院，有一点丝吧，20应该够了，还是修了，这边放个丝，你稍微等一下，他用护臂去救啊，就把他拦住。好死了，然后最后一个人在小木屋，把他牵走了。他来了，卡位呢？还好啊，这边有一个厄运啊，厄运挺舒服的。谢芝麻馅的香槟。这边直接丢吧，往左边丢，算了，不丢了。
打一刀，告辞。没医生，不要紧。目标是盲女人。这个应该是的人。今天你敲诈了。没跳下去了。喂。下不下板？下就死。跳下去了，走楼梯的话可能要被撞。谁救啊？我要不撞一下。二级隐身无所谓的追。没板子了，知道他要回来。这边没有地下室了，还是挂在原点了。把前锋挂了吧。不然他等我起来要撞我的。不是你们这是开会议吗？还在修，哎，告辞。还没修完。肯定不会翻的。哎呦，我真敢翻。应该足够了。
这点时间应该可以把他杀掉。怎么没打着啊？那个巫人。强势还是好打的。有人过去了，桥对面魔术师跑过去修电机了，两个人跑过去了，随便抓一个。找到吗？打他一刀气球刀来着，解封来了。点了，换人救。哇，先知都带怀表了。你还想摸人？
打一个末班车吧。起来了，那我换人挂。再重新修，你教分身我就打你真身。哎，他喜欢用分身去挡那个布刃啊，那就打他真身，打了个真身吧。丢了，该死了！改一个末班车啊！14分赚回来了。输一局7分，太爽了。